passiontimes.hk。中国对迁往内地的香港居民已经实施甄别政策，跟住嗰段普通话广播就是向他哋讲述呢个政策的内容。麦牛洞乃木整实妹夜断人亦难，打击执行大陷阱，道乃夜兽用断人亦难，见执入境陷阱，过藤防涌内地内而引地近地，射比内乃人内入境非法，拿人内入境非法，何心感果逐卡难闹，地得定定故大陆逐霸，或可被禁禁力养危买难亦难。刚才那段普通话广播是向企图返回香港的香港居民讲述祖国对他们实施的甄别政策。好，中央送大礼又跟大家见面，头先那段广播呢就是预先录定先的，就等大家知道了将来香港人就有这个好好的彩数了。咁咧，點解會搞呢段嘢俾大家聽咧？呢段就係以前係俾越南傳聞聽嘅，就話佢哋唔使旨意嚟香港啦，已經實施咗甄別政策，咁佢哋就係會喺難民營，跟住就等待遣返諸如此類。呢個係以前香港嘅歷史。咁只不過會講呢樣嘢咧，就係、是、啊，因為最近美國國會嘅中國委員會咧就出咗一個報告，就話咧啊，因為中國對香港干預香港的法治啊，又取消了那些幾個六個泛民議員的資格啊，咁咧，咁跟住就之前又將嗰啲咩銅鑼灣書店的老闆啊、股東啊，咁咧就係捉咗翻大陸，咁就話咧中國係干預香港的自治同埋香港的法律。咁就話咧，啊，香港呢邊嘅人啊，聽咗好似話有美國佬幫手啊，啊幫手咧，啊即係向中國施壓啊，係咪好咧？咁實際就我睇就未必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共產黨有共產黨做事嘅方法，而且今次咧，共產黨學精咗啦，外交部就冇講説話，就責成呢個香港特區政府咧，就自己發言，就話咧香港嘅內政就不容外國干預。咁咧睇起上嚟咧，又好似係令到香港有實現嘅主權啊，或者係自己處理外交事務啊。但實質上就令到一貫以來香港呢班人，即係泛民又好，或者其他做社運嘅人又好啦，諗住借美國嘅壓力嚟到向中國施壓，呢個叫做美國牌啊。今後就打唔響啦。個原因咧就係發生嘅事唔係喺中國大陸嗰邊啊，唔係喺祖國內地，係喺香港自身。咁喺香港自身嘅時候咧，啊，中國政府就聰明好多，就叫特區政府自己出聲咯。咁嘅話，咪中間嗰個中美鬥爭，香港企喺中間等待執筍嘢嗰種咁嘅猶豫地帶啊，舒服嘅安全地帶就消失咗啦。咁以後美國講咩説話同香港講嘅，或者講香港自治有問題嗰啲，就香港政府直接話冇問題，咁美國冇聲出啦，咁係嘛？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過去啊，有啲人又話不如借美國嗰個香港關係法嚟壓下香港啦，或者壓下大陸，就等話又取消咗呢啲最優惠嘅貿易地位啊，諸如此類咧，大陸就驚噶啦，跟住就對香港放手啊，就手鬆啲啊，唔會係 DQ 咁多人，或者唔會對呢度咁多嘅法律嘅干預啊，諸如此類。咁呢個咧以前就得，因為以前咧係冇港獨。港獨的壞處是什麼呢？就是你做港獨，好像其他地方蘇格蘭、啊、以前愛爾蘭、庫爾德那些沒什麼所謂，那些真的做的嘛。那你香港那班港獨那班呢，即是叫偽港獨，只有個港字，講了香港獨立，在校園貼了香港獨立那幾個字，人家撕了你，沒聲出，沒示威，沒行動，跟著就知道你是耳仔底，立刻就蓋你旗，大字報不准你貼，不要說是示威啊，跟住咧就喺喐喺議會嗰度啦，其他啲啊以前啊長毛嗰啲都 DQ 埋啦，係嘛？咁社民連都有啲人係啊捉咗坐監，咁你社運啊搞唔到，議會又冇人接應，咁你自然整個啊整個嘅慣用咗嗰個議會議員加街頭社運嗰種抗爭模式就冇鬼咗啦，冇咗之後就中間嗰、那個啊猶豫地帶啊討價還價嘅行動。那個自由空間就不見了，不見了就
啊，北京咪一壓壓到底咯。咁嘅結果咪就係壓扁你咯。咁所以就好多嘢就係、是、啊，勁抽嘅口號咧啊，留翻最後先用啊，做得到先好講啊。有幾多分説話就講幾多分，有幾多分能力啊，講幾多分嘢。呢、這個我以前喺幹部學校學嘅嘢嚇，就唔好老吹，老吹都得嘅。飲醉酒嗰陣啊，啊唔好對住鏡頭啊，唔好同政府講嗰啲咪老吹咯。嗰啲吹到幾大都冇所謂嚇、啊，對住鏡頭講啊，貼大字報嗰啲就唔好老吹啦，做得到先好貼。咁咧，所以咧，經過呢件事之後咧。中共對香港的壓力會越來越大㗎啦，咁啊好似上次講啊貨櫃屋嗰啲嘢啦，啊大家就準備港珠澳大橋起好之後咧，香港人就內遷㗎啦，好似以前中共喺1949年啊啱啱攻打咗上海佔領咗之後咧，就叫啲上海居民就上山下鄉啊，調到去新疆都有啊，不過對香港同胞咧都仲有啲優惠。最遠都去到珠海，而珠海其實是一個好地方。我以前很多老友在那裡退休的，都不知道幾疏苦、所以呢，今期的中央送大禮呢，就送一樣很厲害的東西、我暫時給個紅色的背面大家看、是這樣的，居民戶口簿、就是說呢，第四香港人呢可以申請大陸的戶籍，跟著回大陸住，不過呢住落咗就唔該你喺嗰度安家落户啦，就唔好成日諗住翻翻嚟香港攞翻香港嘅户籍。咁所以頭先嗰個廣告咧，就做俾嗰啲嚇將來已經係遷返咗珠海啊、番禺啊嗰啲人咧，就喺嗰度係好好地嚇融入當地啦。好，翻首歌賀下呢件啊將來嘅大新聞。中央真可愛，中央包保你香港無死，中央真可愛，中央應心向香港努力送禮，若令時候空過，他朝你便怨恨。